一美左右而已啊，因为有一个手续费是快扣固定数值的，所以你两个算完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。耶，盗贼德鲁伊战士，我们就选战士吧。我们已经不要管金币剩下445了，就是要选战士，太好了。耶，不然你拿个 LZ 再叫他给我，这样也可以。哦，干夺狮者哎。哪里传统夺狮者肥肉大亨应该是右边或中间吧，应该是右边好一点吧，右边能用到的场合最高啊。干这一杀小，你这三个跟前面都，这个到底改掉没有？这不是要改了吗？说好的竞技场配合题不是要改掉了吗？怎么看起来不像有改啊？阿鬼这样我要怎么打、啊？这没有办法打、啊，这还是很烂的、啊。哦，成人在喝，敲敲敲敲，这个敲敲敲啊，这个敲敲敲敲，哎、欸，血刃是 LE，LE 带一刀，哎、欸，小废物，这个吧，哎、欸，帕克，哎、欸，这个。小废物群，这也不错啊，大家都不能点，反正我的天地是个废物，呵呵，你这边你想那边补一点伤害，吃屎！看这不错哦，杨艳华尔奇，哎、欸，聊天室，咕咕咕咕咕咕，没屁用、哦，航梯的 creeper。哦，不是，那是鬼怪旅行者。他没有龙啊，龙只有这个哎、欸，要靠斯尼德配龙。斯尼德配龙，斯尼德斯沃的三赏樵夫。看，还来了第二次。来第二次就要选了，来第一次不选，第二次还是不选，你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玩家了。来第二次应该就是要选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的哦，来第三次哎，那就继续选啊，来第哦，兄弟，抽牌，有升级耶，升级其实不错啊。哦，没有，现在只有两把刀，两把刀升级是有点烂。哎、欸，龙，猪猪，龙，龙，干，这次会变成龙你啦。没有，他没有龙啊，龙，哦，又是华尔奇跟蠢人灾厄，哎，龙，奶油，这不是龙，龙，暴风城，龙 ，no， 没有龙。不怕不怕不怕，这场游戏到结束前我都不会下，这场游戏到结束前我都不会下帕克的。龙人队长，好强哦，听起来。我没有在竞技场用过这个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竞技场强不强。但是因为对我而言做完又没有用，我不就选这个凹一下吧，说不定可以抽很多牌呢。我有血刃啊，拔血刃，然后赶快抽一波，不错啊，就这个了。龙。太好啦，就是你了啊、我又是一个没有战马的日子，没有战马的日子怎么办？怎么这么难玩？又要跟别人玩打马悍将了。
请起手给我两个二，一个二三二，一个二一三，我不怕。呀呼！干另外一个错了。先下去吧。就换起来精灵龙，妈烂游戏。没事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也没有斩杀、啊，我整副套牌跟中立套牌，我好像在打大乱斗。你看我的牌不是基本就是白的。我第一张史诗还是三个哈哈选一个。这要怎么打、啊？看我看到大怪无解跳啦、啊。你看一看，无解算了，碎了。下至二三，我、哦、干干嘛这样？干，这样挑还没见，哇，那没招啊！你就给我好好站着，站到你可以动为止，在你可以喊出东西之前，你都不要动，你这小废物。不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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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得解，没有办法解，不解不解就打脸。你看我现在还是一个白蓝大赛啊，跟人家讲说我打的不是竞技场，他被笑。我跟你说，你打的明明就是不是，跟他讲你打的不是，你跟人讲你打的不是大乱斗，你被笑。我跟你说，你打的就是大乱斗。我会进化死者。我在犹豫，我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还是要解。然后我这个可以触发的元素只有两只，我只选两只啊，就是那个我要逼他点了、啊，让他点三只。动起来！干！哇操！来来来，元素来了，一下这个。送去屠宰场！哇，大手笔耶！和我的小兄弟打招呼吧！痛！你说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不想给他骑马。我们是打马悍将。如果我今天留那只一，他骑个马撞我，我还是要去接那个五啊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还好，还好，我敲到声音层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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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你！哎，成败是成败，就看这个兄弟了。撞失败就可以投胎了，我靠！开局就要看兄弟耶，天哪！他 ！No！ 他妈丢太远了，同学。地动山摇，帝国崩毁。他丢了上面，不是丢那个软泥怪。致命毒药是不是会被圣盾抵消掉？不是啊，致命毒药要造成伤害、欸。啊，圣盾没有造，你打在圣盾上就没有造成伤害啊。给你解啦，带走不解。我们想要不要先丢这个，然后过、嗯？但是因为一只怪太容易被解了，所以你单做一只怪，蛮有可能不小心就投胎了。跟提炼嘛，对，照他这种神秘般的战术。天使暴风城的力量。
一个选择输一颗火球啦，另外一个选择是，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他吃这个，我至少可以用这个踢回去，就这样。不如他这样打也不行。我会选两只这个。玩的不错，我先死死亡。打脸，哪需要打脸？没救，没救。唯一可以检讨的是，可以检讨的一步是，有一刀那个。有一刀要不要砍？就这样。卡尔洛斯，对上索尔。为了末日锤，没救。或死亡。哪一步都不对啊！哪一步？你后来回去想，哪一步都没救啊！输了，输。每一手都是二加三，强哦。这一把想想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地方，它就是没有得用而已，没有东西可以选，除非有二选的时候选龙，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。二选选龙有没有比较好啊？不然就是反过来，如果我刚好好做呢？如果我刚正常做硬币跳，哦，我还没准备。干，我已经想着要做三费了，我还是把硬币丢出去了。那一手有点问题。我已经做好要拉那个三飞出去了，然后我还是，不要怕，世界上有人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把硬币留着干更大的蠢的事，更蠢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会，这一定会浪费在我等一下做某一手的时候会后悔，这样，就可能后面某一手要用硬币做某件事情，像这里四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里看起来应该还是下山去把这个撞掉，可是我原本可能有某一手可以直接跳六或七，直接尴尬了，爆炸！叫鬼计来，死吧路上的家伙！充满着尴尬，下意识跳硬币伏笔。你看，原本这里可以五跳六啊，五跳六原本设定好了，现在就不行了，就这样，就尴尬到爆炸。哎，拿反了。那我想一下，好吧，我们的死学家变死了。哇，太软了！再见了，死学家！你看这里有硬币就可以跳六了，我们就不用牺牲他了。下一手就会抽死学家，啪啪！脸肿的跟个菠萝面包一样，不能按不行不行，你这里再按天生技术太弱，你再按一个四三一个二五，你跟他怎么打？不行啊！哎、欸。
没你的事。我的小兄弟，打招呼吧。其实这个放哪有差吗？我刚才想，使用 TC 一三零心灵错，果然没差，是不是？使用 TC， 哇靠，心灵错位，那有差了。玩的不错，干干，我想想，我必须选择。想要炸些东西吗？哈哈，我是进化死者。极度尴尬，哇，开 DS 耶，干嘛打脸了？接两只这个，哇，干杀小，我要死了。他这样打、欸、我是不是要防一下？干啥？我要死咯，我一定解、啊、不解要死啊。怕怕啊，吓我一跳，你不会开始敲头吧？你这样子在两个四选一个敲头，哇操，哇塞，哇哇塞，现在的人都打得这么刚吗？像打20而已啊，差2啊，没有事。还有一张 TC 吧，比活着的时候还好。为了联盟，死吧！我说他那个机器可以偷整套，都已经转歪了，他想被这样打。罗德龙胜利
或死亡。刚好做错什么，所以我输吗？可是我刚做错什么，所以他赢？哎、哦欸，起手起这个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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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奶油，哎、欸，三回叫十四啊，稳，行，行，行，龙没屁用，下一位，三回三回，太好了，反正我二回看起来就是跌蹲了。其实有个地方选错了。如果真的要认真讨论的话，第一张史学家应该是拿二三鱼人。我拿二三鱼人还是拿那个、啊？前来报道。就是有一首二三鱼人跟那个选的时候，应该选二三鱼人会比较好一点。哎、欸，我的刀刃可穷鲜血。年月奈优还会再降费。所以我们可以赌一下，他一定要找劫啊！他一定要拿刀什么的去接这个啊，那就给他接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都不接。他选小废物才接。进攻。硬币下的、哦，那下一张还不能贴，还可以的，还有喘息空间。这里最伤哦，泡泡人吧，泡泡人是蛮伤的，泡泡人要泡泡。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五费剑龙骑术还有龙奶大吧？这样太快乐了吧？弟兄们，听我的呼唤！我觉得抽两张可以了啦，嗯、有抽两张就可以了。那个我剪不掉，就两只都在我剪不掉，所以我就打一个。他接剑龙，我就可以，我的勇士就可以冲啦，冲冲冲！我的骑士就可以冲啦。大天就不要按了嘛的，现在大家都是小废物了，呵呵。嗯，一零星宫，现在呢？看他点一下，是不是因为奉献？应该不会吧？他应该只是要下仆从吧？虽然我不懂。泡泡倒是省了蛮多东西的。啊？呵呵，没有呜呜就会嘿嘿。在哪？
很久很久以前。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我刚刚解那个四二吗？解四二他会怎么做啊？演化那个六六，然后看结果。他会撞，然后哎，不一定，他会撞再补起来过吧？只有一只金龙而已。OK， 他会想不打吗？不至于不打吧？打吧，打应该还是要打。应该是要做二六撞撞二一吧，或打脸。解放。不防。送去屠宰场。有狼在叫。烤猪乐牌，炮展开！他还有一张五费的手牌没有开，来了，哦，不是，究竟那张五费的手牌是什么呢？好想知道。他的明眸赤喉拿那张开过了吗？还没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不然就是一张烂牌，就是他拿了一张低费，原本什么两费、三费的东西，然后被开成五费。他拿一眼看，这叫盖秘密啊，逃命啊！那我先还你那个，看他怎么解吧，看他有没有解吧，有没有打算前来报道，才有办法知道有没有。哎，他把真的撞掉，我还解那个，逃命，逃命，血便衣，逃命，先试啊，这个先试，这个先试他逃命给他，这个也没差。哦，这边。派令，特别有请。烤猪老牌，够烂惨的。啊！这样打有点危险，应该不要下这个，下这个，我想下这个，应该不要下这个，应该是一式五费的一式同人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你先下，先下就不是一式同人，先下也做不了一式同人啊。他应该再找一式同人吧？六费还有个四费，找王者可能可以，找王者打四费王者，王者或剑。哎，雷包。第一，这个时候回到一个人生的抉择了，就是要不要解怪。我的小兄弟，大招下掉，烈火！我觉得他手里没有招。干，我这留这么久，哦，干！看他阵杀留这么久，前来报道吧。打错了吧？不是，不用这个我的丛林，在大地面前战斗。动手。夏季森铁匠最厉害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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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算你厉害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算你厉害。大家都不要急，小朋友才急。战斗结束。小朋友才解台攻长攻十八滴，我觉得你没有一视同仁。那我这边都不知道他五抽到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嘞？有必要全下吗？反正那都是怪啊。你只输一手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他撞三只，你长攻还够啊？嗯，一视同仁他只能撞掉外面三只嘛，一四六九跟二七嘛，那你四加那个四加六十才打得掉八滴血啊，对不对？你说那如果他后面再下嘲讽啊，那你一样打不过去啊。所以你还是应该要你全你就如果他只有一试啦，嗯，只有一试的话，你那样丢才会保证赢 ，Garen 才能保证赢。你说他如果他有十一怎么办？你有他如果有十一，你拿一只十四也是没屁用啊。你就只能说去试吧，我们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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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很忏悔？光荣牺牲，光荣光荣！前来报道。这先不打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跳这个。不要打那个大。离开我的丛林。有没有龙有虫？哦，有原始飞龙。看我怎么都选不到，这游戏真好玩。看他怎么面对这个医师，就知道他头上那个是什么。他这里怎么会硬干把这个医师解掉？我会假装摸一下他，假摸。我的刀刃可求先行。走开！干，是逃命关头。那你就不能撞这个啊！你这个再撞这个，然后他把贴回来，耶、现在呢？大家会把那个吧一一送掉啊，至少把一一送掉啊。哇靠！那不解啦，六攻哎、欸，还要躲。看这给他说不定也可以，但受伤。进攻。等下，说明是埃佛恩爱啊。我没事。你看他是不是太想搞啊？他就是想把他还把那个小兵换掉，他就是想要我一定要去解那个，然后让他可以拿到那一只。我才不理你呢！我现在就打你脸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不笑不走路，还打一个操作把那个小兵换掉。你在打之前你就应该一一先撞去吧，你应该一一先去撞这个把小兵换掉。啊，他先撞了，你边看。失策了。那你怎么不是变这个？战斗结束。战役尽失。想不到我们从第二场丢了一个硬币之后，可以延赢两场啊！原来这个幸运币是拿来许愿用的。我需要我一群我需要我遇到一群菜鸡对手。大家不懂，我丢了一个幸运币，说请给我一群菜鸡对手。
斯对上马法里恩。我必须保护大自然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来吧，帕克。干，不是你了。来吧，帕克。来吧，帕克。来吧，帕克。你好。你好。他是精灵龙。Dota 里面他叫帕克。一哈，没事。我不能这么做。砸脸。他他他。二飞烈焰小鬼，我在这里是玉之花。猎人竞技场这版本是不是很难打？没有，一直以来这游戏都蛮难打的。建议我甩飞吗？没有人想丢啊，老子可以上。我还没准备。打叉的地方就对了，死吧！去屠宰场！喂，谢谢大大，好爽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不怕赖皮？什么赖皮？哇！恶意小开。先是暴风城的力量。这个对决有40%的时间就是在打他脸而已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他玩。他应该是要那个吧，爪击天刃技吧。你说怕他十倍天，你说怕他终极瘟疫哦？你觉得他血量活得到终极瘟疫？这打五哎，你是不是打错哦？回击。有吸引灰击都给他有了，他前面那一波还挤得这么惨，那也是没办法。谢谢旧局1025，加蒂森时报最多独家报道。敲敲敲！干，那我还想直接拔这个、哦。帕克。哇靠！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想象该怎么敲，敲11，敲44，直接换刀吧。对啊，敲11，敲下这个啊，敲11，敲44，直接血刃啊。
不是你敲四下，敲四下，敲四下，我要多扣四滴血，我不是直接炫就好了吗？敲这个吧，先敲这个嘛，这一定要敲啦，这不能不敲啦，然后这一定要敲啦，这也不能不敲啦。啊干，我没先接到这个啊。刀刃可敲鲜血，乃手有将门。加高啊！反攻了！假装没有犯错，事实上犯错了。弟兄们，听我的呼唤！当然会不会输这一点点攻击力输掉呢？好像会耶，法克。所以还有一张元素。超哥，进攻！啊！进攻！很久很久以前。想看我们哪里伤害少大，灰体加那个。他所以是萤火啊，看右边那张啊，是火焰元素啦，所以现在大家又是神抽大赛。可是他如果他有十，我就输了、欸。弟兄们，看你！我的呼唤！怎么忘了先敲？我灾又打过，我怎么先敲？家是八九十岁，色三十四岁，我不知道怎么打，我头好痛。送去屠宰场，大地面前战斗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还有一个选择啦，是我把灾厄敲光。我灾厄可以敲，没有啊，没有办法敲，我敲光了、啊。没有啊，灾厄根本就没办法敲光啊。灾厄那个时候四四二一一一四四三个一，四四三个一要敲光，没有啊，没有办法敲光啊。卡尔洛斯对上安杜因，打出放孔炮，放孔炮欠。带来胜利。我的广告是自动每个小时放，你第一次来，应该是第一次来。中可以干嘛？没有，那个中喇叭中几率50%呢？你去找个机械机台中三个一样。怪撞右边敲灾厄，敲左撞左三，没有灾厄剩三下，所以我在想这样敲有没有意义？可是我想不到这样敲的意义在哪里呀、啊？
我怎么看都是那一，除非我要下一波把血刃，就是觉得下一波把血刃比较赚之类的。不奶可以啊，不奶啊，不奶就要看我有什么而已，就看他怎么想。嗯、他应该也在想，他应该想的是奶起来过还是下一张？可以玩了。Skate，Skate， 吹爆气哦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看你运势不佳，有苦难言。无杀！看，我可以接十滴，我可以接十滴，把这只怪杀了。他丢两个震爆，说对面那个战士像个智障。他要是按谢谢你丢两发震爆，我们就把聊天室的所有人都检举。耶！离开我的主女。送去屠宰场。要不要防龙火？龙火，无杀，烤猪。闪电，闪电！后羿是妈的法哥。封城的力量，无杀，好冷啊！还，叫医生吗？干，你为什么不补我？我需要血啊，大大！哎呀，是不是赢了？十二、十五、十，没有，没有赢。让我想想。没有，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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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赛可以啦，
假设我们把靠赛考虑进去的话，可以啊，撞两下这个，撞两下这个，然后血叠盾血刃炸弹客，只要把这个炸死，打全过就赢了。干啊，四五六七八没有怎么办？投胎哦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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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加到一只，对不对？所以悄悄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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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没有保，这样没有保证赢。干！没有先下，还有路程。我扫下一只怪啊！扫下一只这个。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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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要先下这个啊，先下这个，先下这个再开敲啊。当我敲第一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，哦，打错了，主爹。没有嘛，我们在考虑几率嘛。几率就是，如果我按盾敲两下，我也剩四滴血。炸弹客不小心会把我弄死。炸弹客如果我进两滴血，连神星星都会死。我不能死在神星星手上，死在神星手上，死在血在神星星手上，根本就丢脸难看的要命。索尔，为了末日锤，所以我刚一直犹豫的是，我到底做那一套有办法赢？就如果我真的是中间接两下，然后拔血刃。中间接两下拔血刃硬灌，这样会不会赢？再想想，好像还是不会赢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你？今天兄弟还没有开张哎、欸，今天兄弟连人都没杀过。兄弟来吧，兄弟，兄，没你的事啊。打他的地方就对了。三费有什么啊？南海船长，船长是最好的。叫个船长不错吧，船长。三倍啊，交友，交友也不错，交友跟船长是下一手最好的两个选择。啊，那就船长，船长先加一。嘿嘿，大师兄都回来啦！嘿嘿嘿，巴巴巴巴巴啦巴巴，巴巴巴啦巴巴，可以不知道？丢炸弹壳抽三张炸一发那个船长，炸一发我的脸，炸一发，炸一发对面的脸，然后抽三张。不行，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嘞。这样子，等一下他靠北我怎么办？我丢完这个不见了怎么办？还是不要好了。想要炸些东西，干他不见了。No！ 唔惊搞啊！唔惊搞啊！干你这小废物，我们今天不要丢你了。他还是把我的三个变不见了。在我赢了，在我用南海船长赢个马身之后，下一秒他还是不见了。烂游戏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四个目标炸两发，那个，那我只能认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运气不好啊。不要招惹长牙！我喊啊，他不动啊！哇，马上输两张手牌，这没救了。这看起来再回去应该是回家睡觉了。杀鱼人图腾。好了，没问题。
送去屠宰场。你犹豫了，不该犹豫，应该要相信你的萨兰克，好吧？完了，我已经两败了，还在打这种赌注，完了，那看起来是要出去了。我已经四三了，还打这种赌注，哎，没关系，快乐就好。真的，两人是快乐吗？说快乐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干！啊？快乐或死亡。我想想，我选择死亡。快乐或死亡。只有我很快乐。嗯。OK。开战。哦，干。圣光。我还拿到泡泡人，真爽。真不是我开心。地动山摇。战斗狂怒再不抽就要完蛋了，真的。嗯，这一把是最后可以抽机会了，所以我才要下两只。你也不会下那个一啊，下那个一抽不到。我要快乐，我要能睡得安稳。有些人。看我不会后面那一句，完蛋了！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离开了。看这个台面，看一个最好把血刃啊，下一把血刃说不定有机会、啊。不把血刃，孤寂是投胎啊！这可能还是先不要下了。你要先拉攻击力也。想看，我先想一下有什么情况会被可以直接用的。三四五，如果我抽血刃可以看这个。嗯，让我想想。其他都还好，所以应该是先下。我们还是叠一下攻击力。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然后，这都已废嘛，所以没有差。没有在想要两个都去撞这个，还是各撞一下，留这个。眼进化野兽，野兽，野兽搭配。让我想想。哦。没有，好像必须选择。太细了。在大地面前战斗。离开我的丛林。没有就不能，所以没有干，就是如果我下这个就不能拔血刃啊。但是拔血刃没有差，拔血刃就多解这个而已啊。拔，如果要考虑的话，应该是如果拔蠢人灾厄有差啦，就是不要下这个。如果你抽到有蠢人灾厄，你可以全敲掉，想想所以蠢人灾厄会有差，但其他血刃根本没有差。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想说就给他。就有一个做法嘛，不要养这只嘛，你直接先硬抽嘛。所以我这样硬抽还有六费，六费的话我可能会打，就会变成打这个加这个啦。想要炸些东西。一人一只即死方。You win this time。太好了，原来是一个叛徒。
对面也跳了。我炸了一只海盗给他，他炸了一只给我。台面上，我刚那个是四个目标炸死那一只一，炸死那一只二。对面场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目标。卡尔洛斯，对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目标。他八个目标把那一只炸死了。嗯，干得好，可以。啊啊，太好了，兄弟还是兄弟。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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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的荣幸。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我炸了一只海盗，他炸了一只那个直接头，赚了。帮我拿一下吗？受伤。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我的什么？我的二？你说我的二费吗？没有人在意啦。算起来我还是赚啦。他遭到的几率比较低耶，但是他发生啦。你看他哭成那个样子。这里其实要不要硬币跳？我后来想一下，还是跳了。那这边五分钟，那就再下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啊，就再把它放回去啊。你这个闷棍拖一回合，我的刀刃其实可以下这里卡他、啊。那我们就再下，下鱼人加鱼人。加迪森时报最多独家报道，我们打死的。现在呢？你说假设炸弹客全炸对面吗？我有想过有没有把它熬到这样，没有想到下这个。让我想想，想要炸些东西吗？哈哈，这样也是可以啊。这样也不是不行啊，你要炸对面的跟炸这个都可以，但是我就把它解了啦。这都是路边捡到的。六张手牌、欸，他幽暗城拿幽暗城一张，幽暗城一张，有点难赢，至少有点难赢。嗯，谢谢 SD 四六四六五四一六啥子怪佛兄弟们，胜利！干我接，哇操！我要接十几滴，我要接十八滴耶！不接不会赢的、啊。我的刀刃可求鲜血。Yeah.
可求先高啊！不做，做到死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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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你对撞再换怪也不会赢吧？对撞的方法就是下一个五五啊，可是觉得进步感。你对撞等于你要再少一只五五，然后你武器也一样是全部卡住，所以我觉得砍就是最难的是那个啦，拍大范克里夫那一拳那一刀到底要不要砍？精良精。我有想过能不能就是假设我今天下怪硬扛，可是看结果是不行，看结果是他会把你能假设我下两只怪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六回吧，五回六回，对六回啊，六回的结果是他下两，就算你下两只怪，他闷一只回去，闷一只回去，按你之刃砍一只，然后你还是要再被打十八滴，所以我直接打是对的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我已经放嘲讽了，我已经对我嘲讽已经放了，对吧？对，我嘲讽已经我已经有下嘲讽了，所以白墨被解就给他，那没有办法。最后那里可以讨论。如果你觉得他已经没有手牌没有料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他手牌没有料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最后不要打，不要硬撞去跟他。哇，干恐龙血，进一场恐龙血。恐龙学就跟萨满的那个、啊、DK 后能力一样，很吃手，很吃牌，很吃手牌。对啊，其他就还好。其实有一手的考虑，可能也可以讨论一下。就是我好像没有下史学家，然后那个史学家可以在哦二四那一手啦。我下完炸弹客之后不是安顿吗？如果我是下炸弹客跟下史学家的话，我下一手蠢人在二只要砍一刀，用史学家换就好。那里可能也是一个很细微的转捩点。看最后一手，看最后一手问题。我讲了，妈个，他直伤用三张了，又用两张了，闷棍用两次，我他妈还要防，对不对？我输毒药跟剔骨啦，其他都没救啊，就这样啊。但我从来没有选过，我好像每次进场选过恐龙血、欸，哦，棒哦，有野兽出猎，野兽出干你这小废物，脖子还可以，这在打节奏蛮厉害的，因为你可以换掉一点掉一点感谢。野兽出猎，就你了。野兽出猎，就你了。野兽出猎，就哇、哦，这也蛮不错哎，这边全场厮杀散，不会干，我以为他只是攻击力，就还是个小垃圾。野兽出猎，有你旁边有一只，我知道，耶！野兽出猎，你旁边有一只，我知道。野兽出猎，干都没有。加一加一啊，节奏好啊！野兽出猎，有你这小废物啊！
现在就只写眼里只看得到野兽了，哇！恐龙学在恐龙学，恐爆人家，这有个屁用啊！你有嘲讽吗？爆没有？你有深盾神秘器具跟风怒吗？爆全部都没有，太好了！两张恐龙学可以干嘛？可以重置天真记啊！野兽就这样啊。冰冻不好吗？冰冻好啊，我没有说不好啊，我只是先选野兽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大脑的玩家。那哦，我们这样可以把恐龙学绿掉，太棒啦、啊！哦，这个很强，这个还不是很，这还蛮厉害的。野兽出列，就你了。野兽，就你了。野兽，看这傻小，只是有一手选错了。这个应该要选麦田，因为我有这个，所以我可以比较便宜一下麦田。那里好像打错了，选大的。选大了，小猫出列，耶耶 ！Oh my god， 干，居然好奢侈的选择哦，应该是这个吧？耶，喷喷！耶，小废物们，哦，死给，死狗与牛蛙奖，今日主题就是野兽套牌主题了，输就算了。耶，干！你这小废物们，就你了。主题为什么不选爆？干你屁！主题为什么不选技？好。主题为什么不选野？这没屁用。没了啊！这个。哎呦，谁有死神啊？一只嘛，至少一只嘛，我有狮子嘛。其他我还没看，两只，一个打得比较快，一个比较贱，选一个比较快的，应该到底是要一个比较快的还是比较贱的呢？好难哦，人生怎么这么难选？理论上我应该有抬对手没有抬嘛，所以这应该没有用吧。当然选剑的好啊，野哦哦有马了，太爽了，马也是野兽，在我心里，野乌龟也是野兽，在我心里，直接选刀啊，刀可以不管，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要选刀了，我们就是选已经开始乱选了，这游戏已经玩到现在已经开始乱选了。我知道这个可以吐一个这个，这也可以吐一个这个，这也可以吐一个这个，但是我选这个。看到底是想要赢还是想要爽啊？好难哦，这两件事情怎么这么难？神与是野兽，是啊！这个有机会拯救世界，这边有机会拯救世界。这个实况，这个实况呢，毫无。这个实况呢，毫无任何参考可言。对上，真的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哇哦！狩猎开始了，下去。谢谢 Minzy Kiku Subscribe for 2 months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像缺单姐不是哦，我根本就没有单姐可以选啊，他也没有给我印记，没有给我死，没有，他没有印记，没有给我印记，没有给我自射，没有给我自，没有给我，没有，没有给我那个击杀，那我就只能这样了。呀呼！不是什么有这。
不是什么缺什么，妈他根本就没有给你选啊！你缺女朋友吗？你有女朋友可以选吗？没有嘛？哎呦，刚好。哇，这样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只能跟他说再见了。我的太阳已经沉了。小小土狼，快快长大！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快快长大！刷新没屁用啊！先按天刃技，然后再刷新，那他妈的就不能点了，还是不点？让我想想，你有一天会跟我一样。对，可以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我已经没有法术了，呵呵，我整个法术都在这里了。没有，但是他要点啊，原本他不可以不用点，他可以双换啊。不要招惹长牙，小小野猪。快快长大！八回直接硬币八回就丢那个，去你的！哎，人家怎么这么大？招惹长牙，常常刀剑不诛罗。有人想要硬币跳这个去挡他，比方说加工或者是潜行。烈焰没办法防，烈焰防的方法就是不要下，就是这只不下。让我想想，另外一个选择是这一盒只下这个啊，下这个够啊，下这个烈焰没办法解啊，因为烈焰烧完它是一啊，所以它不会用烈焰解。这样就不防烈焰啊，这样没有防烈焰，就是你要嘛防烈焰，要嘛防这個，要嘛你如果要防烈焰，就是下这个、啊，就下这个过啊，然后赌他尽量不要有紫伤，因为他如果有紫伤的话，他那个65还是可以直接撞爆你的脸。他如果有紫伤的话，就把这个解掉，然后他怎么直接再踢你一个脸，然后你还是没有救，哈哈 ，BBQ 干。时间快不够了。原来不是要这样做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回到上一步，就我们还是要做一样的事情 ，BBQ 咯。常常刀剑诸罗，你这怎么也要尊重一下这个吧？我们每一把都是一直把一直养的。As my precious，
那你一定要解这个六六吧，你敢不解？不解就不要解啊，大家都不要解。哎，喂，碎冰啊，哇，火门，我要开始抓人了。野性呼唤，乌龟之力。咦？今日运势目前是今日运势目前到底是要选左边还是选右边呢？我干！哎呀！原本不是这样做的。哎呀！初爹要投胎了，初爹。进化死者。不对，今天不太适合打炉石啊，徒弟。你看什么看？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选冰冻挡住，冰冻可以挡。这样不行啊！啊、哦。今天还是不要打炉石了。今天出去寻宝吗？现在开始出去寻宝吗？哦，说到这个，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发现有一个台湾的新服务叫做 Wemo。Wemo 是一个共享电动摩托车的系统。对上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狩猎开始了。然后它的概念就是，你今天你可以预定你，反正就是 GoGoRo 预定 GoGoRo。然后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它的你就可以，你可以选择预定一台那个，然后想去哪就去哪。然后看到这个功能就让我惊为天人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骑摩托车去找乐子啦。我说的是去寻宝啦。来我身边，你的回合只有手下才能攻击。啥鬼？我的太阳已经沉了。我牌库有什么好东西吗？他偷完也觉得坏了他们的船，还是三小。死亡是不朽的。狗狗肉，狗狗肉。他窃取之后就觉得，干这妈对我对面这个人选的怎么套牌都像那个智障。我是不否认的，我是觉得我的套牌也是真的蛮像智障。我想想，因为如果只看后四回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转天机有没有比较好啊。只看后四回合啦，这个对局不一定要转天机，尤其是打木石。哦，你有这个。
所以我刚才犹豫，我到底要不要转天机。这里你要给这个或给这个都可以啦，但因为这个是牧师解不了的永远的痛，所以我才给他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。我的集中感应在抽动。会不会马上离开？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。不要招惹长牙。可以下这个，哎，这是三啊，换一只二三啊，偷一只。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。嗯，这样我可以把巨人换掉，也算是五六七八吧，八。扣两费，我想想，剩七费，所以这个拉一只。现在就要丢乌龟之力，不用吧？不急吧？先解巨人吧，巨人实在是太危险。乌龟致命啊！我赌乌龟致命，我要先撞才能乌龟致命啊！啊，结果我撞一撞，然后发现是乌龟印记，然后还把自己乌龟变异。没有乌乌就会嘿嘿，想要长生不老吗？先开龟吗？龟完自己东西不见了，这样没有吧？这里应该可以丢这个吧？它有星空吗？它激发了，哇，星空！哎，放狗啊！主页再选一次爆炸射击啊！时间快来了，是这样解吗？防 TC 不管，因为他肯定拿我 TC。哎、欸，不会 ，TC 一开始就在我身上，那肯定没有。并非所有流浪者都是迷失路途。Wind Fury， 干！
该不会有人要问雏爹为什么你不选？雏爹为什么你不选不能被法术所指定吧？因为我这样就不能按天生技了。屁！细胞膜，细胞膜，我连那一只换都要死哎、欸！不能流体啊！我就已经想过了，所以我不能流体啊！我流体我就换不掉了。菜鸡！哇！他把飞轮撞死了。重置法杖，不要招惹长眼。兄台，你搞啥？二选一个，给他偷的比较贵那一个。潜行封路啊，反正我就全力加这个啦。你现在就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防个屁，他手里没有啦，他刚才不偷。小牙小苹果。好痛。没有吧？应该全力加这个吧？加这个吗？没有吧？全力加全啊啊啊啊！长长刀剑诛罗，你说怕被清空吗？呵呵呵 ，no， 什么呢？冲锋吗？欢迎来到加吉森。这应该只有友方野猪吧？我、哦、干，可以加对面的、欸。你是我的，这可以加对面的、欸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加对面的，对不对？市长下班，耶！赢了！看，恐龙学赢了。当一个恐龙学不够的时候，就要选两个恐龙学。哇 ！BBO Money Ball 杀死怪。For 19 months， 不会哦，他没有那个血可以坦市长啊，他要我旁边全部都撞在，就是我一小的全部都要撞在市长身上，然后大的两个都要撞他，一下撞他脸，一下撞到左边呢，可他根本就撑不住啊，他血量根本就撑不住啊。雷克萨，狩猎开始了，那就来吧。为什么要选两个恐龙血？因为我是个脑包啊。他那个没有，他废轮那一瓶大补拿去补废轮，可他补废轮其实是错的，因为补废轮如果要的话，我一定可以他底下那只怪把他撞掉。他后来是因为下嘲讽他来挡住，不然他那个应该是顶不住。
他费伦等于是少了一次，有啦，他少一个鞭尸，少了快，啊、那一把几滴？一二三四，快二三十滴血吧。哇，我死定了！猎人内战二回战暗天的技，估计是可以收一收了。还有一瓶大药丢了二十四滴血，丢脸这样子。他其实不错，他费不是他费伦已经鞭尸打了两发大的嘞，所以你也不能怪他，他已经很厉害了。谢谢 SR820328， 您3月28号生日吗？您？他觉得我选的很小，我的装备超大，我跟你说。暗费丢怪，没合就是下一只怪，然后问他有没有解。嗯，不打，你是蛇怎么办？宾至如归。哎，可以追踪一下。其实抽一张也不错，说不定这里抽一张可以不要先喷。对啊，他六他也解不掉，抽一张好了。我觉得抽一张好，反正就是抽一张。把白酒拿给我。狙击功了，没有，那没事。带兵，所以不是蛇哦。如果是那个、啊、眼镜蛇，眼镜特种特工，特种部队演特种特工是他小。特种行业眼镜蛇的崛起就步兵啦、啊、因为你这样让他打，然后他眼镜蛇出来可以把这只换掉。好吧，我们人先测一下是不是那个啦，是不是喷，是不是眼镜蛇？眼镜蛇就很麻烦，眼镜蛇掉一只二三蛇，我根本就解不掉，我还要再死一只。啊！你先等我一下。啊，是蛇啊，它不是眼镜蛇。哎、欸，这样子的话，演化演什么可以啊？加工跟。这里有两个。分支路线，一个是你演化它，可是演化它加一加一加圣盾，圣盾是最好的。圣盾风怒没有用，圣盾风怒全新皮包膜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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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点点用，加一加一会活下来而已。另外的选择是这个双撞之后演化它，这里有两个二选。时间快要没了，那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。这里有两个二选一，决定怎么做会比较好。说不定全撞，因为你要去算九个演化里面有几个是有用的。不过我刚没有算，我刚就是喜欢吧。我眼神死掉了，二三二应该要。哎，不对吧？对啊，要解三二吧。不，
看来是要靠乌龟啊。嗯，看来是要靠乌龟啊。看来是要靠乌龟啊。看来是要靠乌龟、啊。我选风怒是因为风怒可以多解一击，圣盾只是防稍微防一下伤害了。现在没什么用，自杀的也没用。怕是怕他以前，比方说他加码之类的，就觉得真好玩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不错啊，这样换三只哎、欸，好像我还赚。呵呵。绝对的恐惧。我可以把这丢球率最大的那一只怪。下一手就这个了，下一手一只九。这里八应该是丢这个了，丢那个乌龟可能买不到东西。他想要冰冻哦，天天冰冻。啊！你敲，没有啊，如果是冰冻解的方法还不一样啊。如果是冰冻的话，变成这个开出来猪要先冻再解这个。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因为猪才52而已，52撞的就是想吃撞的。至死打过一张啊，这里就输印记啊，印记就再见。像我等一下开野性，我可以拿马去撞，因为马会是六攻，就最后撞三六。如果是冰冻回手的话，底下全部都可以动。所以他必须要想这件事情怎么办。马尔加尼，不讲，写到正六。啊！哇靠！哇靠！时间快要没了，大小你头上爆炸、啊！啊？那怎么这样打？那头上是什么、啊？冰冻、啊？没有想一下解的顺序。但我觉得是爆炸，可是爆炸就变成爆炸比较好的方法是这个撞这个这个撞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毒蛇，快要没了，无用的肉体。但不是这个啦，不要每次都这个啦。你他妈家里只有这个，是不是？原本啊，这样做，我要是提脸就 level 了。干，这还要解吗？这还有解的空间吗？没有哈，这要打出才有哈。请问我刚，请问这张牌是，请问这张牌是野兽吗？不像吧。少低十点真的是他妈的难受。那死啊，六七八九十，不算。
还可以快乐一下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玩的不错。不能啊！奔川要打出野兽啊！啊，那三个是召唤野兽，不是打出野兽啊！奔川就是要打真的啦，就是要玩真的才可以啦。Don't worry, be happy, 七夕山林。雷克萨，对上。雷克萨怎么会改一个那个、啊、就变成打猎人内战？理论上猎人内战越小的越强，除了一个例外，有爆炸的人已经就这样。奔川加放口直接抽爆、欸。应该是硬币三吧，再丢两只猫，哎、欸，妈个小废物！请不要给我眼睛，来我身边，他妈已经是个局长。好像可以打这个加天然气啊，就打这个跟天然气，下一回这个跟准备好美，热血开撞。哦，那一手打错了，这可能应该是打错。对啊，这样变成我要回来打。你是谁？打错了，猪爹！天天打错我的钟，哦天哪，我家为什么有蜘蛛啊？一直上居然是蜘蛛、啊！天天 T C E 三零，他没有什么能够给你。不要招惹长牙。好像应该哦，恐龙学的话，二二三换一只一一猫换我。比活着的时候还好。啊？他场工多少？我先算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四五六七，四五六七八，七八九十十一剩三十四剩六。我如果恐龙学全关呢？我给他解嘛，我不要自己解啊，我把这个解掉就好了。长长刀剑吧，侏罗！这是野兽，这也是野兽，所以解那个没有。长长刀剑吧，侏罗！他有马就给他马，反正解不完。不是他可以下三只怪，这都不解。
干。OK，OK，OK，OK。很妙，哎呀。那我血会掉很快，这一轮掉八滴，九十一滴，是。把 T 一丢掉喽！哦，唉，一定要嘲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加速值。玩的不错，完工了，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所以我应该要解那个四六吗？解那个四六，解那个四六，把刀算下去应该也不会，不然就是不要加恐龙血互换，然后撞那只乌。哎，可以吗？我刚撞掉了八哦，哎，可以。我可以把那只对面的六四四六，我可以拿六四撞对面四六下二五毒，应该还是可以。我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解他那一只三一，都很亏，被智射 GG。不过智射你也蛮准，这样就输在那个、啊、法术啊，刀可能没差。我觉得你说你把乌龟换成刀，我们就厉害了。乌龟毕竟帮我们放狗救了一把，那个可能不是刀做得到的事情。卡一回合，不然就可以看哦，一会有东西照，还好。那画面全黑是正常的吗？当然是不正常的、啊。但也、欸、我有镜子。啊！烂，烂，那这比较强。烂，两个都烂。人生就像一坨，猎人就像一坨，没有法术的猎人就像一坨，哈哈。看现在转学来得及吗？那我刚是面拿三倍，算了。我想想。范克里，不要做啊！他刚点了一下那个三二，所以他应该有备注，他应该有某个东西连级带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不需要。我妈说我超战的。想一下嘛，第一个我下这个，我下这个他这个对撞，他拔刀把这个砍掉，可以亏。第二个是撞掉把这个点掉，他真是不能接 ，OK。啊！有狼在叫。《第三时报》最多独家报道。打四二四也爆亏啊！打四二四不如直接转学，转学亏了。Oh my god！ 连击踢骨。你看是狼汉。
身边。哦，我没记错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打三吧？中了，那呗。把这个错误的战士头上。他暗杀打过一张嘛，对不对？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八九十七十三，八九十八滴，抽没有用啊！你自己躲的，时间快要没了。不要想，我在想，好想清醒公路的人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有啦，如果偷冲锋我赢啦、啊、偷冲锋我可以把那只三个把我可以拼那只八二恐龙穴，我可以用这个拼他那一只。别想逃出死亡阴影。干，能打呢？删一点掉。把白酒拿给我。看，天天都在二转，我一直要，不知道念几天大学了。不知道怎么办。
挥之力。再来，真不错。哎，先等我一下。没有选乌龟的已经输两场了，好吗？没有选乌龟的人现在已经在开卡包了。然后那一把一定要二转才能解，没二转连那个都解不掉啊！雷克萨对上马法里恩。不会啊，盗贼传说没有到很难用啊，因为盗贼传说会把你每一张牌都变两张牌、啊，你就记得这件事情就好了。跟你讲，没有选乌龟，现在你在开卡包，我跟你说。乌龟，我的太阳已经沉了。如果他再变身咬这个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二转。他穿上来打发时间吗？猫猫这么可爱，没有点完，发现它不是野兽，这样突然全身尴尬癌都发了。地动山摇，帝国崩毁。分串大概就抽一张了，一张一费抽一张。尝尝刀剑吧，侏罗。哎，不是啊，兄台，虽然你们两个是一个好搭配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啊，我们要等狮子。
狮子，狮子，狮子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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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狮子，狮子，除了你这个，你这个15年前的这个拉拉队戏码有没有新一点的、啊？真理是我的盾牌。哎呀！先撞一格出来。那个谁，奥克，因为奥克不来了。来我身边。哦，干，真的是奥克哎！哇操，干，我都还没有想好叫奥克呢。要怎么解啊？这样反而不好解。这个撞这个。这个拿这两个，这两个拿这个撞嘛，这个拿这个撞嘛，所以还是要拿一个这个撞这个。怕不怕你长大了？我一块糖卡在我牙齿里，还有很舒服。哦，哎，为什么打奥克？吃掉！该怎么做呢？挡不住，又活下来了，厨爹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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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雷克萨对上恐龙学大师。这是你自找的 Mr. 狩猎开始了。 Dinosaur Allergy 绝世项链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乱念的。
太早来了吧。Dinosaur 的 Matic， Dinosaur， 哦，好强哦！来我身边，头也不回，直接打你。Dinomancer， 所以恐龙法师就叫 Dino Mage， 恐龙哥。是啊，不是拉出来就是直接推人家脸这个动作吗？好了，该转学了，看起来是该转学了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解不解？不解！我跟你讲哦，你我跟你讲，羊也是野兽，我看你怕不怕？你说只下剑龙过，只下剑龙过，通通换不掉啊，所以我才选了一个比较主命的打法。虽然看起来我要死在这里。机回要骑马的话，这回一定要下两只嘛，下两只，一只撞二，然后我没有嘲讽啊，不是呢，这没有嘲讽呢，他又不负嘲讽啊，等一下被解了怎么办？所以我要想的是伤害可以解掉的前提啊。你看五个屁，五还是要死，听你们的，踢踢踢，打打打打打打。T T T 打打打 T， 没有他不会解啦，他就是他撞那个，他还是先撞你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得得得得，哎，稳到不行，下一回硬骑他，硬把那个五六撞了。其实第一个点圣盾说不定是个错，干你。真的是硬要哎、欸，他妈的，真的是硬要哎、欸！我想想，碧阳过一张了嘛？我把它做成十滴血，它要全撞。给一个乌龟以外的答案，条件是两次给个乌龟以外的答案，四加二加二，四加二加他嘛，加他嘛，把它加成六，把它加成八也没有用啊，四六，然后你这个你等于是拿这两只换他、啊，那我不如我就硬加保障，干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时间快要没了，四二二啊，加谁？加他，加他还加他。加他嘛，你要加他嘛，你加他，他是一只四八，四八这个一撞他升二，你还是要拿这只去撞啊，所以你就是拿两只去换啊。右手抽到，
OK。喂，这游戏你们的游戏炉石战警是这样玩的吗？这样打多少？四八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，干没洗。他没有 LER 丢火山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哎呀，恐龙学又救了我们一场。同学尽力，同学 DP， 太好啦！谢谢恐龙学，感恩恐龙学，我们也五升了，太好了！荣耀作战，狩猎开始了。哎，好克制的一休代休，我他妈选两张恐龙学，我他妈学完一个，我已经恐完一次了，我还要转学再恐一次，跟我们系上学长一样。我们系上，哎，我讲过这个故事吗？我们系上有个学长念了。在我大学那个科系念了破快十，我不想做这个，反正我二三都在这里，那我就硬币跳二了。我要告解，我应该说恐龙学超累的。安之小兵吧，带大家都好，不要下二三，对大家都不好。难免会有意外了，你懂的。先打再演化，我想想看，对，先打再演化，因为你圣盾你不想花在这上面，你想要保它，应该是先打再演化，反正你又不是原本换不掉。什么 ？Fuck you man， 这傻小乐色。加选那个选哪个？选这个吧。他那个没有什么可以指啦，什么忏悔哦，给你忏。他现在才这样哎，他现在才长这个样子哎，二一，哈哈，他手里加了四只怪，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啊。对，反正我一定是解压说。我需要喷喷鱼人。
啊！原本不是要这样做的。啊啊 ！Too damage for miss damage, miss too damage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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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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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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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都不解，我知道你手里有一张加加，我才不要管他，我要解这个，这个打这个，这个打这个，喷他，哎。少两点伤害，完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十五分之一的差距，十五分之一约是三十分之二，约是一百分之七点多。然后他现在一直打我，我只能看着他流口水。这里如果安全，这个要先撞一下。如果你要打得很安全的话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有刀有枪什么都没有啊，怪你可以留下了。就是下一手了，请给我。你看什么看？来吧，我牺牲的战马换了你耶，哎，喂，你应该要给我一点表现啊，对不对？表现一下，表现一下。表现一下啊！前来报道，他不砍呢、欸。表现的时候，表现的时候到了，同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场攻血圣一，如果偷一就可以投胎。偷二六，我可以换掉三二，吃他两只，我二六还可以挡他死一下所有的东西。Come on， 来吧！使用 TC 一三零吸灵错配器。把门锁拿给我。玩的不错。十一差二。No。虽然这机遇是对的，不过心情不好就是了。奉献，爸爸，正义必得伸张。我等不及了。哦，那奉献也没屁用了，偷那个二六估计还是。输了。记者那一手可能可以考虑下别的，不过其实也没有别的可以下。然后演化那一手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后演化，所以那里有没有打错？剩下有没有打错呢？拿战马好像有顶得住的机会，不要拿机器，因为机器最后没有让我赢，但是战马可以让我们有顶住，所以那一手可能最后检讨要拿战马。不过拿战马，哎呦！拿战马估计还是死在格罗玛丽手上。偷到四二六，我可以解掉三二跟一只一一啊，就我会打掉两个啊，然后他会，我可以解掉三二跟一一，我可以解掉三二跟一只一嘛。对面会拿格罗玛许再加两只一撞，哎，对吗？然后外加上刀砍一只我残血吧，然后我会解不掉格罗玛许，应该是这样。要看我下一手，就变成我要看我下一手金龙有没有挡掉格罗玛许。要看我金啊，不是金龙，那个火山龙的关法。